国务卿也是我们国内所有政党中支持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第一平台。我们台中市要打造成为一个最友善年轻人的城市，很努力的告诉大家，我做对了事情，决定要投给我的关键。政府的工作就是把公共设施该做的做好，扮演点火的角色。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立足之地，可以大声地说出我来自哪里，我是哪里。正是这条路上，我希望能够对彰化有所改变，赢回彰化，建设彰化，让彰化成为一个永续宜居的一个新彰化。政治是众人的事，不是来管理众人，而是来听到众人的声音，而是来了解他们都有不同的需求。恢复的气度，炽热的感情，我们依然青春，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国家继续发亮。我们一起来努力，期待各位的投入，为台湾的民主注入更多的创意和能量。谢谢大家。